爹，有刀吗？没刀。那算了吧。好人，啥？侦探。坏了，孙悟空不说话，坏逼。先是狼，我是侦探，他穿我衣服会嘎的。我骗谁？好嘎。首先啊，西恩穿我身份，谁把西恩给嘎了？然后鱼鱼补了一刀，鱼鱼补完一刀，七仔仔又补了一刀。七仔仔，我不知道你是秃鹫还是鹈鹕，我没太看清啊。但现在死了仨，你应该是鹈鹕。游戏已经结束，西恩为狼，鱼鱼为狼，七仔仔为鹈鹕。这轮全票打配鱼鱼，鱼鱼开刀开的没有任何的理由，不可能是红了开啊，红了开他也应该嘎那个谁。就是反正他这刀开的肯定不对，我先挂票挂啊。 OK， 霍德在发言。我不在现场，我没有视野，然后这一波我是跟新哥一起在船员宿舍对身份，但是我上去的时候经过了仙姐和猴哥两个人往下走的时候，仙姐嘴里大喊着猴哥是坏蛋，猴哥是坏蛋，所以我需要听一下现场人怎么讲我才能判断啊。过。不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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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先说七仔仔，因为鱼鱼有可能是复仇者，但七仔仔一定不是复仇者，因为七仔仔如果是复仇者的话一定刀鱼鱼啊，对吧？鱼鱼都前面死了这么多人，鱼鱼又刀了一个人，我觉得先说七仔仔稳一点吧，对吧？鱼七仔仔是最后一个出刀的，对不对？他一定不是复仇者，一定是狼了呀，或者鹈鹕。但是猴哥已经投了呀，那一头鱼鱼吧，过猴哥已经投了。好，杆子发言。然后我这一轮是跟苏苏在那个厨间那个门口啊，然后鱼鱼有经过我们走上去，然后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走上去就中刀了，至少就是当我们两个走过去的时候他那个是没问题的。然后外置位，你们听你们那边说你们那边倒三个还倒两个呀？如果是倒三个的话那就是你们里面的事，如果倒两个的话那你们要说一下是谁啊？你们那边主要是我没听清楚刚才你们说是谁在那边死了。过。王爷这边发言，我出生就在医疗室这边，然后我是一张单走的牌啊，然后的话现在在那边倒了三张牌。我觉得猴哥这边说的信息啊，他这边点票跟他刚才发言的力度的话我觉得是可信的，他既然这票挂鱼鱼的话我应该也会挂到鱼鱼身上去啊。我这边过上来给我报个侦探说是浩子发言。秋林呀，不，那七仔仔是鹈鹕。我觉得鱼鱼可出，鱼鱼可出。听着的话，猴哥已经直接挂票鱼鱼了，那就把鱼鱼出了吧。过。七仔仔发言啊，猴哥，你要这么说，你就不保我一下吗？你要这么想，你上来说，西恩姐穿了你的身份，你说西恩姐是狼，我上去手起刀了把西恩姐嘎了，我直接跳出来打，我是警长，你是颗狼狙还是不狙？我是警长呀，叔叔下一轮来你刀呀。刀的。但鱼鱼这刀我是开的仙姐那一刀，鱼鱼是开的布布那一刀，他那一刀我是真不能忍。因为你说仙姐穿你身份了，我上去手起刀了把嘎了，你说好嘎啊，然后鱼上来补了一刀，他这一刀我是肯定不认的。我没说好嘎呀、啊。可以验刀，我去刀耗子，他不秃鹫吗？过。鱼鱼发言，我没看错的话是布布刀的仙，我把布布给刀了。因为他刀了仙，我觉得这个就是虽然说当时喊了，但是我没听清是喊的心意还是仙。但是你七仔仔是报你是警长的话，我出不到你，可以出我鱼鱼，但是你这个七仔仔，你们注意一下，他到底是不是警长身份？虽然耗子是当面已经把一个腿给炫了的，耗子是那张铁秃鹫，但是他七仔仔能不能因为这个拿下那张牌？然后这个猪猪公主身份我知道为什么，苏苏和刚子你们俩得认他们两张好人牌吧，在外置位，就因为我们这里边已经他们两个人知道我从那儿走上来，那你们就应该知道猪猪公主是什么身份，好吧？懂我意思吧？你们应该能抿出来，猪猪公主身份我知道，但我不报。然后那我现在只能认出，因为他说他是警长，我是正义使者，好吧？而且不对呀、啊，好像不是七仔仔刀的，第一刀不是不刀的吗？你刀个屁啊！哪有刀？明白，我跟刚子一直在那个储物间，我们两个换身份，中途没有遇到任何人，然后就遇到鱼鱼鱼鱼鱼是经过我们到的娱乐室，其他的没有了，先说鱼鱼过。啊，耗子，你来领刀吧。
那七仔的啊，醒醒不了一点啊，醒不了一。那第一刀是步步步出的啊，那第一刀是步步步出的，不是他出的啊，不是他出的，不是猴哥，不是，不是，肯定不是，肯定不是，出错人了，没出错人，他们出。我跟你说，七仔仔，我开的猴哥。你开个屁！的西恩姐，那你再给我刀一个人。七仔仔刀的呀，猴哥。你也没在现场啊，猪猪，你怎么能知道呢？我是这是好人啊，我看到了。谁抓井盖了？走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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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走，先做任务，先做任务，没事，走，没事，这都毫米，这问题不大。这谁装盔甲了？我肯定要去刀一个秃鹫的，不然刀了好人容易双刀。我去把秃鹫刀了，耗子呢？我要站这儿，下面是猴哥，青衣。怎么有点卡？哎。耗子这对刀。青衣的麦发动机。OK， 现在发言啊。然后第一刀，猴哥是我刀的，耗子抱的秃鹫，我上去把他刀了，但身边有一个王爷，他说我是狼。第一刀是我动的，西恩姐。你好好回想一下，你说猪猪公主怎么知道是我开的刀？那她只能盘她去做那个任务，去看的那个监控，好吧？因为猪公主是没有在现场的一张牌。一刀仙姐的确是我动的，我是警长啊，我真是警长。或者是我刀的，旁边有个王爷，你解释一下，过。那就听王爷怎么聊吧。确实，刚才我们做灭火任务的时候，我好像唯一一个没看到的就是王爷了。就是我们大部队，我去把那个灭火任务做了之后，从食堂往上走，我们大部队走上去的时候就报警了，我还以为是我们队伍里面有人到了呢。其他的没了，过。不对，是你到的吗？那我听一下王爷怎么说吧。我只能信你40%为好，在我这里啊，好像没有狼坑了，狼全死完了。首先西恩铁狼跟我身份撞了，鱼鱼铁狼他那刀开的很有问题，而且鱼鱼鱼说是步步步刀了西恩，他把步步步刀了。当然狼人的话我们肯定不能信，先听一下王爷怎么发言啊。然后贵票位其实也行，先听一下王爷怎么发言啊，大家看看。反正王爷要是发言好呢，我们就投七仔的；王爷发的不好，我们就投王爷过。OK OK， 反正我们几个人都在一块儿嘛，也没有开刀，那就听一下王爷怎么讲过。OK， 我也觉得可以听王爷怎么辩解一下，毕竟七仔在两轮都在案发现场，也不是特别信，信一半吧，过了。好，刚才发言，那你们这个就主要还是得听王爷怎么说。然后我反正就是基本你们那边动刀的时候，我就第一轮你们动刀我不在，所以我不可能动那刀。然后第二轮我们也是全程抱团，那这样的话就是听王爷跟七仔的他们怎么聊，好吧？然后猪猪听吧，可以，我觉得可以听猪猪归票，好吧？过了。那猪大强怎么？王爷这边发言啊，因为猪猪这边是归票位，那我就说明白一些，好吧？然后的话，耗子是七仔仔刀掉的，好吧？那耗子肯定是一批铁秃鹫。我为什么会跟着耗子呢？是因为我想把那批狼给抓出来，因为狼一定会去找耗子。但是我跟他在那个孵化室，一直到那个发动机，然后再绕到食堂上面那个过道，然后再从食堂这边到孵化室，我跟他整整绕了两圈。然后耗子跟我讲：“你去做任务呀。”我说：“我先不做。”我说：“我就跟着你，我要找狼。”然后当时你拿什么找狼？什么位置走了？电机室下面那个。你拿啥找狼啊？我们正义警长都搁这儿，你还认他警长？你拿啥找狼？然后我的身份是星界行者。别叭叭了。啊，第一轮的时候我就在医疗室下面。你星界行者，你找狼？在看娱乐室里面发生的情况，好吧？但是就是什么都没有看到。然后的话，我觉得这一轮谁发言，你要拿眼睛瞪死他。苏苏永远都是在跟踩的，好吧？然后还有猴哥刚才的发言。在我的范围里边，他的发言也不算为好，但是在我这边，有问题的牌最严重的应该就是苏苏这张牌了，好吧？我这边的信息就到这边，我的逻辑也就到这边，我这边过。啊，听我分析，
七仔仔铁警长对吧？王爷铁不是狼，为什么？如果他是狼，跟着秃鹫一起走，肯定是他走前面，秃鹫跟在他后面。但是，然后七仔仔去找他们，七仔仔先刀的应该是王爷，对不对？但是七仔仔能刀到耗子，而不是王爷刀了七仔仔喂给耗子吃，所以王爷就铁不是狼。所以说我建议这把直接出苏苏过，因为我觉得苏苏的发言也不是很好。苏苏说啥了？行，这怎么出苏苏做灭火任务的呀？做灭火任务为好，不是这王爷星界行者去找狼牌吗？你王爷怎么走？这家伙，你看我就说吧，我就说这七仔的呀，就不太对劲儿。等等，我问他铁警长。嗯，我可以。那既然其实现在刺客狼应该已经走了，没有刺客狼了。现在有刺客狼早走了，我锁驾。对，直接跟你们说。往下我们去做任务去吧，走吧走吧走吧。你去当王爷，你当王爷，你当王爷，你去当王爷，你当王爷。来来来来，哎呀，来嘛来嘛来嘛，双刀了。那刀猪猪，来嘛来嘛。那刀谁？猪猪肯定不能刀，猪猪肯定不能刀。那刀谁？难道有深水道沟狼？谁是深水道沟？别怕，刀新一，刀新一，也不能刀新一。Nice 啊啊啊啊啊！鸽子呀，刚子行了。哎，刚子，哎呀，我想着，我都想好了，警长双倒了，你知道吧？我都想好警长双倒了，然后我再杀一个。刚子是吧？苏苏。猴哥，但是我这把没有搅浑水，我都有好好分析的。太深了，真的。这一把的浑水都是我搅的，我这一把搅不了。西恩姐，怎么没了？我刀是两狼，刀了加拿大，我裂开。保我的，哎呀，他是全场唯一一个保我的。裂开。我是肉汁儿呀，猴哥。你是肉汁儿，好，我直接跟你说我的身份，我是星界行者，哦，好吧，我直接开局就给你报。牌，哦，我的身份已经跟猴哥。哦，贝，猴哥，哎，我是肉汁儿，等一会儿我去要做一个任务。啊 ，OK， 你是肉汁儿，我跟你，我也会跟着你，我们俩一起跟着你。走。行。好，你这波做任务我认可你，我报一下我的身份。好。临死之前，猪猪的话，王爷是超能力，然后突然猪猪爆开了，就说了一句话：“王爷是超能力，王爷是超能力。”好吧，当时大强姐也在我旁边，我可以保大强姐，她是开不了了的。还有谁啊？是也想冲过来报警啊？因为我没太注意，我直接把那个警报了，全票打飞这个王爷啊！尊重猪猪的临死前的发言，王爷超能力过。鱼鱼发言，这把的话是跟苏苏一起出生在那个淋浴间，完事我们往下走，我记得左边是走两个人，苏苏去追了，我不知道他追到没，告诉我一下那两个人是谁。然后紧接着往右边的时候碰到猴哥和新一出来，然后我们就是猴哥去做那个保安室的任务，我就跟着猴哥和新一一直在一起，好吧，过。先发言。我跟耗子骑着鱼刚要去对身份，刚走的那个地牢那个什么叫那什么的储物间门口啊，就拍紧了，好吧，出王爷吧，过。我记得当时吧，哎，我记得不清了，反正是两个女孩子，然后不是朱大强，要不就是反正就是西恩和呆呆步其中里面的两个人，是往开局之后就往电机室里面去了，好吧，但是到具体是谁我记不清了，反正他们三中个中的一个，然后呢我是外置位单走牌，其他的没有了，过。在我这儿鱼还有新一他俩应该是不开刀啊，我们去保安室已经把广播任务给做了，然后猪猪说王爷是超能力对吧，那这轮全票打飞王爷，然后新跟耗子在我这里他俩也不是什么不太做好啊，因为首先我是肉汁儿，
西音和耗子为什么可以对身份我不知道，有可能他们两个是想两狼在那个地方守尸，在储物间位置卡视野啊。但是这轮要先出王野过。OK， 花呆呆发言，苏苏看到了，应该是我跟布布，我们两个人因为一开始是在电圣电机室出生的嘛，然后本来走路走了一半，我们俩又决定回去对个身份，这一波我觉得可以打飞这个王爷啊。猪猪公主在那个娱乐室嘎之前，她的遗言就是王爷是超能力，王爷是超能力，所以全票打飞王爷过。猪猪在我面前嘎了，死前的遗言我尊重，七七我铁宝，什么七仔在我铁宝，他是跑过去报的警，所以这把全票打飞王爷过。我卡了吗？那是不是被你噎了？那这样的话，新一刚刚猴哥是说新一跟耗子去对身份了是吧？那第二头狼可能是耗子啊，那我只是说可能啊。然后我是开局跟猴哥复活在一块啊，我给猴哥报了我的身份啊。然后还是遵守猪猪的遗言，把王爷除了过了。这要是能被静音，不发言，我能铁保的是何呆呆，就是先出王爷吧。不知道谁贴过他呀？哎，感觉有块猪肉放在我的面前，都没来得及吃，这回终于被我逮到正着了。你反应是真够快的呀，六秒钟你就能反应过来的吗？你下次还可以反应快一点的，怕我旁边一零一拍我就没了。我挂。耗子发言，票王爷啊。我是在发动机复活的，我跑到娱乐室的时候都没见到猴哥你，我也不知道你是个肉汁儿。我到那里的时候只有西恩七仔仔还有他们猪猪然后他们几个懂吧，叫王爷啊。而且我过去的时候王爷是一个人进的那个货仓最里面，王爷一个人进去的，当时我都在疑问你是进去干嘛。西不能说话了，西不是跟耗子对身份了吗？西和鱼鱼和我但是我们在饭堂里边说，你贴好了，我们两个身份进来，大强来，大强啊，不一定，不一定，不一定，上一把贴了吧？不一定，我们上一把没有贴，不一定，不一定，你去过饭堂对不对？那是谁？你去过饭堂？饭堂里边人很多。我没去过，我没去过饭堂，我没去过。你没去过吗？你没去过吗？鱼鱼没去过，鱼没去过呀，鱼没去过的呀。好像没去过啊！我先指认啊！对，然后我们也没贴，我们也没贴。哎，是吗？对。不没了。我说实话，我是边走边按的 R。我因为上一轮的话是猴哥跟新一哥走的。如果猴哥是真肉汁的话是能信的，然后我这把去跟大强姐盘了波身份，但是前面是谁来着，刚子猴哥大强姐还有谁啊，对刀术这个事我拍得紧啊，拍得紧，我一直按照 R， 那已知上板我是报警位嘛，盘盘吧，因为这是步步的尸体过。鱼鱼发言，我不知道你尸体在哪儿拍的呀，我是这会儿就熄灯了之后，我只能看到新一在我就视角里，他有一个脑袋在我视角里，然后我现在的位置刚好在那个娱乐室上面那门左边，然后新一上一把如果被静音的话，我肯定不是我进的，就新一他自己知道，因为当时猴哥和他过来的时候我们一直保持一段距离，直到那个保安室我都一直在左上角，一直在左上角，就没有贴你，对不对？新一，你也自动和猴哥拉开了一段距离。我一直到最后都是追着你们俩屁股后面，甚至只看到了你猴哥，我都快看不见了，拐个角的时候，所以我根本没贴啊。就是猴哥这边我认，新一这张牌我也认。可以想一下当时有谁贴过你，然后这一波这个我没有信息过。先发言，这把我开局复活在保安室。然后我就在那门口徘徊，我进去看了一眼，等我出来门口的时候突然关灯了，但是我此时遇到了何呆呆，然后我就跟何呆呆站在那里没动，好吧，看你们后座也盘一下过。我呢还是在外置位，但是我有一个想法，我是觉得七仔仔可能正义刀家拿大了，
因为他并没有提供任何的信息，起身那个发言有一点那种懊恼的感觉，而且他这个位置是个刺客狼，应该不会被狙切。第一轮他是一个报警位的牌，因为猪猪那张牌是他报的，所以我是认他是个好牌的。然后呢，他起身这样发言，而且这个时候被狙，我是觉得可能是正义刀加拿大了，我是这样想的啊。但是你别喷我是刺客狼啊，我要是刺客狼，我就不会给你们说出来了。其他的没有了，过。有两种情况，要么就是他正义到加拿大，要么就是知道他身份，把他给拘了，因为他是狼的概率感觉有点小，因为他是第一轮报警位嘛。然后西音和何呆呆他俩如果能在一起的话，因为耗子跟西音他俩上轮在一起，然后现在耗子死了，那我小认西音为一个小好，然后他跟何呆呆一起走。啊，那他俩我们先不说，那个鱼和新一和我这轮是开不了刀的，那谁能开得了刀？只能说是在我们人群之中有，我们只能硬敏这一刀啊，因为我们不确定他是不是正义到加拿大，我们只能硬敏。所以在我这儿，朱大强和刚子他俩有可能成为这个能开刀的牌，好吧？完了，刚子为归票位，其实刚子的这个走位，我觉得还行。但是朱大强这个走位我就不是那么很信了，你知道吧？虽然他第一轮他保了七仔在这张牌，你们听一下朱大强和刚子的发言，然后我们考虑投谁，好吧？过。OK，那报警前我跟萱姐在一起。猪，如果按照你们前面这些发言听下来的话，那我这边狼坑位可能是要给到朱大强或者刚子了吧？因为何如哥刚刚说的嘛。但是，我不在现场，我听一下朱大强发言吧。关灯的时候，我的视角里面谁都没有，而且我好像还卡到了桌九九。我的脚卡到了桌九九，切仔仔是怎么死的？我是真的不知道，他为什么报这个警我也不知道。但是切仔仔一定是我第一轮保的铁好人。那这一把我听发言下来说，你们现在狼坑就是我跟刚子，但是我能保证我是铁好的情况下，那必就是刚子呢。我投刚子过。我想投朱大强，因为切仔仔死前说了是他跟朱大强对了身份，对吧？我记得说过这句话的，只有你唯一一个跟切仔仔对了身份的人，对吧？我跟那个鱼在一起这一轮，猴哥跟那个也在现场，然后西恩跟何丹丹在一起，对叔身份叔了吗？好像是外对职了。位，我要投朱大强啊！朱大强只有朱大强知道切仔仔的身份，所以把他拘了，过。哦，刚子发言，这把必定打飞朱大强，为什么打呢？你飞说朱你大的强，脚碰到了桌九九，但是我是紧跟着发言猴不哥的好，屁股啊。然后我发言看不了一下行。地图我的位置，我才在桌九九的边上啊。我是跟着猴哥的屁股，然后在我后面的是谁？七仔仔、朱大强，还有一个不，反正你们是三个人跟在屁股后面的牌啊。这把必定打飞你朱大强，而且我上来就给猴哥报过我的身份啊，过。这把狼人都不开刀，感觉呀，是啊，怂狼我靠都服死了。了！不开呀，都不开刀。OK，Hello，Hello，不开刀，全我们部就让做任开！务了啊！啊？啥什么啥全啥？部让开？谁让开？什么意思？是啊，一个错没什么好牌。哦，牛啊！谢谢阿星酱。欣姐，下次再主动叫我出去，我绝对不信你是个好人。我要是刺客，我就养欣你一下。姐，我不是刺客。行，是他们说啥？说刺人的一锁匠，带刀的侦探是吧？我都刺客没事，刺没势客力，你带刀刀的我。侦探。我我想踢死无了啊！他给我报侦探，他带刀。我踢无，我刺人。哎呀，运气不好，那把跟猴哥报侦探，他们都搁那弹幕刷，他说西恩真牛逼，上来就能抿出猴哥的身份。
正好给我撞了。就我们俩。我要去修复一下广播。哥，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，你听我，哎，怎么倒着走？你听我说啊，你听我说啊，哎，鱼鱼，你先走开，鱼鱼，我修完了，哎，算了，不，哎，先发言，坏了，我这一石头，没办法了，我遭到加拿大了，因为他跟我对身份，不是狼，就是坏的。所以我直接他最冲着我就过来了，我一直接一刀给他嘎了，我只能说这么多。还有一刀刚子是谁开的？新一站在旁边，然后还有一刀是谁开的？你们聊一下过。刚子这刀不能是猴哥跟鱼鱼，我们三个人在保安室，我能保证他俩没开刀，其他的没有了，过。那我们第二排肯定是全好，那以位置学来讲的话，打飞第三排，我觉得直接点一手何呆呆没问题吧。心，你肯定是铁死，你必死，你现在直接点票吧，因为听不着他们说话，过。What？ 不是啊，苏苏，如果你说因为你跟猴哥跟鱼鱼三个人在娱乐室，所以保证开不出这一刀的话，那我跟猪猪公主也开不出这一刀啊。猪猪公主当时也在那个娱乐室饭桌下面一点，对吧？然后我在娱乐室饭桌右面一点，然后当时我还在喊新一哥，然后新一哥当时那个位置就是我在娱乐室就右边一点点。你看你不点你肯定死，你就随便点一个呗，我就在娱乐室万一点对了呢。一点点，然后新一哥他在那个门口外面，他也不讲话，我可能要怀疑到新一哥头上，因为他有点奇怪，也不讲话，然后就一个人往外跑，我会打新一哥过。猴哥，你听我说，这个情形是什么情形？大家从娱乐室右边门口都出来的时候，西恩一定撒谎了，因为我并没有看到步步是直奔着西恩去的，而是西恩跟新一还有刚子和步步他们四个都同时在外面。那西恩动手杀步步的理由又是什么呢？西恩一定不做好，刚才应该是饮弹自尽了。但是这个刚子死，报警一瞬间刚子死，就是新一直接在脸上面刀，因为我当时看到步步滋滋冒血的时候，我出了门直接就往上走了，因为那是什么，那是我的一个应激反应。而新一在报警前夕也直杀了一个人，所以双狼也出，先把新一投出去啊，什么先把新一投出去过。你这不跳出来数码说话抢，新一都说了，旁边那个人就是我在门口那里刚出来，从娱乐室的旁边有，我看到他到了那个步步啊，他都报正义使者了，居然把他拘了。他如果新一是狼的话，他有必要说他是正义使者吗？有必要说他到了加拿大了吗？没必要啊，对不对？他一定是正义使者，一定是被拆走了。本来我还不知道，我们还不知道另一个人谁带的。你这个发言，那只能点你朱大强了呀，对不对？因为我是现场很多人看到我，我在娱乐室门口那里，很多人看到我了的，我根本出不了的。谁看见了？过了，投朱大强啊，他跳出来送了。王爷这边发言，我这边可以铁保的是，猪猪肯定不可能说是什么坏牌，因为他不肯跟我出去对身份，那他一定是个好人牌。好吧，然后的话，那个因为当时我们都在娱乐室嘛，然后当时还有一个谁，我是有点记不太清，但是明显新一跟大强这边是不共边的，好吧。然后的话，我也不明白猴哥为什么这一波是直接点踩死何呆呆，这个我也是不能理解，好吧。我听看后置位这边归票，可以鱼鱼来归吧。然后我这边过。耗子发言，我说实话，我觉得大强姐的稍微要高一点，为什么？因为西恩姐作为一个跳起来说自己是正义到了加拿大的一张牌，对吧？然后大强姐是一个人跳起来踩西恩和新一，而且在西恩姐报自己是正义还被拘的情况下，他跳起来踩西恩姐和新一。那朱大强不可能跳起来送了，我觉得没必要把自己打到这么死的一个焦点位吧，对吧？如果他是匹狼的话，所以说我觉得大强姐的力度要高一点，而且这王爷不像什么好人，出去是打死。我是一个外置位单走牌，不，
但是我觉得仙姐有可能是就是正义使者，等等，赞赞大鹅被狙杀。我跟你们说，朱大强跟新一我先不管，这个王爷我不能理解，不能理解，不能理解。这个王爷铁坏，真的，王爷百分百坏。我想出王爷，王爷过了。这样子，这把也不是王爷的局，我只能保朱叔、王爷和呆呆四张牌不开刀。外诸位，如果是朱大强、新一哥、仙姐、不刚子，你们三个人出去。倒了一二三三张牌嘛，仙姐要么是自己引弹而亡报了个假正义，要么就是他自己就是个真正义，两种情况嘛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他是个刺客狼，被随便拆了个把自己拆死的情况更大一点。我觉得新一哥编不出那种谎话，我这一票我想归朱大强，好吧、啊、我想归大强姐，我觉得他挺奇怪的，过看归票位。鱼鱼发言是不是觉得没正义？我是正义啊，直接全票打飞这张新一，仙姐只能撑死做一张复仇者牌，但是她居然被狙死的话，那我觉得她肯定90%都是饮弹自尽了，因为谁会去抿这个，人家你报正义，人家只会去抿这个警长和复，就是警长和正义，不会去抿复仇者和正义。在我看清自己底牌是正义使者的情况下，仙姐已经拿不起一张正义使者牌，也拿不起一张复仇者牌，她只能是那张刺客牌，全票打飞新一啊，我没这把没有办法开到，我也不会说这样子去裸捞，就直接打飞这张心意，我就是正义使者，好吧，过。好、哦。如果打军魂的话，就去把朱大强刀了。你也不是好人，七仔仔。不，军魂我点出俩狼的人。大强刀不了，大强刀不了，鱼鱼已经靠自己正义了。王爷铁话，王爷铁话，好人带刀刀，王爷好人带刀刀，我这这这不我好人带刀刀，为啥呀？好人带刀刀，为啥我好人带刀刀，我。现在呀，哎呀，现在有点乱呢。朱大强，我信你了，不乱呀，怎么办？我信你了，肯定好啊！你看那七仔的钱，两个阵营现在是，两个阵营。你要刀我，你想死？猴哥，我得在你身后，我怕他们刀我。全部闪开！报警！报警！谁搁那验的？我一会儿死了，别验了，报警啊！还验呢，哥哥们，我操！我看到是朱大强炫的人，我看错了吗？完了，我把我黑暗中摁着空格把猴哥给刀了，我裂开了。谁吃的人是何呆呆还是朱大强？我感觉是朱大强啊！吃完人之后，一个人往右边走去通讯间，我感觉是朱大强，把题库出了吧，过。不知道。游戏结束。饿坏了，就吃了一个，过。苏苏是鹈鹕啊，他炫了一个，炫完就跑，当时关灯了，哇，给我吓的，我就躲起来了。全票打飞苏苏小狼狗，过。我亲眼看见何呆呆吃的人，我是那个殡仪员，你别说是苏苏了，你肯定是你何呆呆，你连踩我都不敢踩，你是什么牌？出何呆呆，过。我觉得就是在报警之前有视角的只有猪猪和七，我想听一下他们怎么聊，好吧，因为我还是一张外资的，奥普修灯我也没有去，好吧，我躲着的，过。好乱好乱，笑死我了。反正苏苏铁秃鹫啊，他吃的尸体啊，我看到他把王爷的尸体吃了就往上跑，我跟七仔仔修灯去了，我俩铁不吃人啊，过了过了。我看到了，猴哥是刀了王爷的牌啊，那以至于是个正义使者，那猴哥肯定是个警长啊，好吧，我是个复仇者呀，我为什么没动刀呢？我怕刀错人。上一轮你说西恩姐她是一个带刀正义，那刺客狼猜她的收益在哪儿呢？她一个是已经是一张没有刀的牌，去猜她一个没有刀的牌的收益在哪儿呢？那西恩姐肯定是个铁刺客走的呢。那上把标点位明明是朱大强跟新一哥啊，朱大强先把这把报了个殡仪员。当时好像大山姐在没在娱乐室，我不知道。如果上把，客观说，你这把警长玩的没问题，但是我就觉得你玩的观感很差。不，那说明你是一个上帝视角的人。这几张牌他们是一起出去的，那我还能说什么？出个换，你打个军魂，你肯定
要把大强姐。你这个话说的好像是在放屁。大强姐要开个坏。你自己听听你自己说的是不是人话？我认为我还是讲出大强姐打军魂的话过。七仔仔主人，七仔仔主人。七仔仔肯定不对，我是踩出西恩跟新一的人，他不是你主人，他还踩我，他跟我搁那单独修灯呢。啊，你不是我主人，你能这样发言？哟，天哪，没事儿。哎，不对呀、啊。不对吧、啊、这好人不挺多的吗？什么了？怎么能没投出去？猴哥你听我那个，你猴哥、哎、你听我麦克风有没有那种嗡嗡的声音？有嗡的声音。有一点。有一点是吧、嗯、他这个收音太好了。猴哥我跟你说。我后边我跟你说啊，猪猪他的话你以后尽量不要写啊。今天刚这次刚好是恰巧碰到了，我是个坏坏、啊、不是我听他说话，我你发言有问题。但具体我忘了你为啥发言有问题了，我这笔记我没记，我忘了，但是我就记着你发言有问题，还有这七仔的啊，但是你比他发言更差一点，所以我刀的你。好刀，好刀。哎呀，能给我忘了。好，行。我都没投你。那就不应该了吧？你，哇！你怎么怕？豪猪大强，你个鹈鹕！阿飞你，不，豪猪大强，你个鹈鹕！阿飞你过，不大强姐过。猴哥，我是黑着灯白着空哥在走，对不起，猪大强过。啊，我叫彪哥，听我解释，刚才我面前好像有个人，但是好像突然间唰就消失了，我也不知道去哪儿了，灯太黑了，我两眼摸黑，不是好人呐，哥。没问题，主要是没坏人了，那刺客上来自己就吃枪子儿，这鹈鹕更厉害，鹈鹕在。报正义的情况下，鹈鹕自己跑出来送完事儿，点踩一个好人，活到第二轮铁坏，完了打，没办法，本来就很乱，很乱，这把相当乱，口急话，哇，猴哥你还好吗？我还好，问题不大，我不能两眼摸黑吗？为什么要打我？我刀完人，我寻我跑，我怕那狼人把我刀了，我寻让你们赶紧拍一景。我这怎么还不拍呀？我一寻就是尸体给吃了，这是。看不到，太黑了。我出去追大强去了，没追上，太黑了。第二轮黑的没办法，黑没办法。我黑铁坏。